Hi.等下啊，我要想一下那个题目。我要讲个什么东西啊？你猜，嗨，OK，来大家，我在做记录的哈，所以大家给我指导一下。不过这一个不是，怎么说呢？不是今天一定要指导，OK？如果你还，你可以，你下个星期才，因为我们最早也是8号才开嘛。所以你还是可以问一下父母先，说这个是来补习班啊，不是去学校啊。所以因为现在是学校开学啊，我不知道你们来不来，因为有人跟我讲没有来，他们不要开学。然后我们很难做两边呢，就是又开补习班又开网课，有一点难。所以我们要问清楚大家，所以我要记录一下啊。所以进来了的哦，直接看一看，我们在等人的当儿，你问一下父母也是可以，OK？如果还不确定，不要紧，不用担心啊。下星期我还是会叫狗狗还是会再继续问大家，先给你们一个准备先，就是你至少知道你要问什么。啊，我再给大家进来呀、啊。十七，OK。
OK。还需不需要放其他？我有没有漏掉什么？下星期我再继续问。OK，所以今天已经知道了的，你可以跟我讲一下。OK，来呀、啊，进来了的人啊。OK，今天我们要来解决一下问题。也不是讲今天解决啦，不过我要先开始问一下你们先。OK，有谁已经知道了的，可以给我知道啊。就是11月份呢，有的学校8号开，有的学校15号开，哦，有的学校1号开。其实，哇，他们赶得急没？那天有一个学校是1号开的，可是他老师还没有跟我们讲是谁先回去，他们轮番。OK，不过呢，我想要知道的是，就是学校开了过后，你们要来补习中心的，还有不要来补习中心的，还有还没有打完针，所以不知道补习中心可不可以给你来的，还有其他事情的，我要记录一下。这个是11月啊，12月是开完了的，这个是11月，大家。所以我注明啊，12月你不用担心，一定开完了的。OK，十一月为什么我们还要问？因为很多人跟我们讲，他们没有打完针，所以他们不想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OK，哎，其实啊，C 是 OK，C 啦。我记录一下啊。下个星期如果你要改的话，还是可以跟我讲。OK 啊，你们的学校到底怎么样开学？你们也是讲一下啦哦。我们学校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是我和一些同学，第二个星期是其他学生上课。OK，我有个问题啊，我想要知道的啊，就是因为政府是这样讲，可是我不懂他进行得到没有啦。所以如果那个星期你们去，下个星期你们没有去啦，没有去的时候你们怎样上课？还是没有上课，还是怎样就怎样上课。OK，有的是在家自习，因为哦，网课的话就讲有老师要在那个网上那边教哦，可是老师又在教有去学校的人哦，这样是怎么办？开一是八是真的吗？开一，你的八 A 吧，这样是确定吗？往上应该我不确定，不懂哦，因为。政府是说吗？哦，郑博士，OK，SK 就是已经讲明了啦。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这样想，就是补习中心呢，有的是要来的嘛，有的他们不敢来嘛，说就是来的人就在那边上，没有来的人就我们那个电脑或者是电话开着给他们上啊。可是实际上来讲啊，不太行得通的嘞。你看我现在对着你啦，你都很难专注，对不对？如果我现在像荧幕开着啊，我在远远那边教书啊，你更难转型，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同时进行啊，网课又有人在前面啊，是真的有点难的，不太可行的。所以我们会想，除非是老师分配功课，我也是这样想，方英。说、这个你们去 find out 一下啦，哦，看一下是怎样的，就是你们没有去学校到底是怎样的啊？可能老师也还不懂的啦，大家都在乱了，其实。OK，好。我看一下啊，有谁进来啊？还有谁还没有进来呀、啊？阿轩，你问一下，阿轩看到吗？这个 A B C D 给我知道啊？OK，思婷，我看一下还有谁啊？祖林啊，可以问一下，美心、启荣、舒颖、子晨呢？问一下这个啊，我不是今天一定要知道，你也可以换答案的。拜一我会再问大家，只是你要知道我在问你什么啊？来，来，OK，那是谁来的？我看一下啊，OK。所以呀、啊，还有一些还没回答的啊，明星启荣还有谁呀、啊？舒颖、阿轩，你们可以下个星期再回答，OK？
所以其他的不确定的你们再问问一下给我知道。OK 啊，OK， 过了14天才去啦。那是几号啊？这样的话，就是你打针第二支针是几号？因为很多人吼还没有打完第二支，所以其实比较安全的是，真的是要打完第二支再等14天。所以我们也是要看一下，确保一下。OK。我擦掉了啊，下个还没有回应的哈，下星期一啊，我要再回应一下。第二支是11月4号，哇，很迟哦。我看一下啊 ，second dose，OK， 我要记录一下。对咯，我知道时期，不要紧，所以也这个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啊，哈，如果是你们的话，我建议是全部人打完14支哦，这样你们才来。哎，14支哦，14天。OK， 阿轩好。这样阿轩就讲也是没有这样快，是你的第二支是几时？对，我也明白，他跟我讲。也是4号啦 ，OK，OK，、okay okay, 好的，所以我擦掉先啊。有什么呢？我们下个星期一我会再继续 ，OK， 我会再狗狗会再问一下大家因为吼，刚才我讲的啦，其实重点是这样，我们已经知道大家几时学校几时开学了，可是我们听到很多是没有去学校的，所以我们不完全可以跟学校，我们要跟大众。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来的话，他们还不确定，然后有的要等过完打完针再14天的话，这样的话11月可能我们没有开，不过我还没有确定啊，不用担心啊，今天没有结论啊 OK、如果爸爸妈妈再问了，你讲真的是没有结论，我没有办法知道现在，因为如果我开的话只有三四个人来的话，其他全部在家，我又上不到网课 哦，所以我们再安排一下 OK， 我要确定问完全部人讲OK 啊，不过啊，刚才我们跟 Form 2讨论了 ，Form 2那边是没有来的，应该我们大概已经接近结论了，因为大家已经大概知道了。可是他们要求早上上课，他们不要晚上了。然后我们大家谁要早上的哇，然后反应很热烈，就是要他们要8点半到11点。我给你们知道先啦 ，OK， 只是你大概有个概念，说还不确定的，不过我先跟你讲先啦。会怎么样啊？我们真的是还不确定，我问完全部人先 ，OK？ 我的全部人的意思是你们这一班啊，你不用担心风度。我的全部人的意思是你们的班这样 ，OK？ 好了，来大家，我们看看第九课啊，大家也可以拿你的这个课本出来看 ，OK？ 不是也可以啊？要拿你的课本出来看啊，要拿，因为有些人根本没有来拿笔记啊。如果是在家的话，我们一定会逼你来拿笔记了。如果是还有一个月的话啦，不过一定是最后一个月了的。没课本，哎呦，怎么办？你不要紧，不要紧，你有笔记啦，你有笔记 ，OK 不过也不用担心啊，大家。如果呢，十一月还是在家的话，一定也是最后一个月。十二月一定开完了，他也不会关了的，再也不会关了，除非你的班有人踹，要不然他是不会关了的，你放心啊。一月会是最后一个月了 OK 好了，来大家，我们也在最后一课啦。这一课其实很 colorful 的，我们这一课很真是很漂亮的、真的是哇，探索大自然，来我们一起来 enjoy 一下这一课 OK。 Video 开一开，大家启荣在不在我看一下有没有反应啊，因为启荣刚才没有回应我东西啊。 Everybody 来 video 开一开啊，阿轩在，刚才有回应我哦，明恒我有看到了，子晨来一个反应一下，子晨啊，不然我把你拼在第一个，我就问你东西啊。来来来 ，everybody， 这个你们记得吗？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的地球哦，嗨，我最喜欢这样了，你直接写我的 screen， 反而我是喜欢的，很开心啊，看到好像不是我一个人这样，I'm not alone 啊，又哈，哎呀 ，OK， 不然我觉得很 lonely 啊，你知道吗？Okay 啊、
所以有四成，大家这个你会记了吗？哇，我在教你记的方法，不然的话我们就在死背很险了。好像 atmosphere 哦，是死背的，因为一直听到一直看到了。我们有学一课是空气的，对吗？也是讲到 atmosphere 吗？哦，啊 ，bio bio 就是生物咯 ，hydro 就是水哦，所以 geo 是我们在想，哎 ，geography 哦，学地理啊，地上啊，泥土啊，石头啦、啊，啊，泥土跟石头啊，真的是。OK， 四层。现在呢，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啊 ，atmosphere 还有分层呢啊。这个 atmosphere 我们一起看啊。最要从哪里讲起嘞？不然我们从最靠近我们的讲起啦。来来来来来啊，这边最靠近我们的啊。哎，上次我好像有问到一个问题哦，我们地球上的山。最高的山峰它叫什么猪什么母什么什么什么山峰啊，我不怀疑，我记得我不会读了那个华语 Everest 山峰，请问它几高，谁记得？哎，这个常识啊，你一定要懂啊， Geography 也是有的东西来的、哦、我要换方言那个 background 了、啊、你记得吗？上个星期我有提到了，在我们 N class 之前啊，来那个什么什么猪什么母山到底有几高？全个整个地球最高的山到底有几高？来来来 ，everybody， 谁知道？谁记得的啊？可能那个 Google 的记得，哎呦，这样厉害啊！对啦，大概是，其实你的那个很标准哎、欸，我也不懂几多哎、欸。我讲的高就是哦，哎，那个地球这样哦，啊，最高的就是它凸起来的地方啊，最高。可能它在地球转到这边的时候，它在这边。OK， 最高那个山峰几高啊 ？OK， 它的高度是。8849啊，是啊 ，OK， 8849米高，8个kilo往上啊，8个km 往上，地层的大气层，哇，它已经差不多到尽头了哦，0到13 km 没有到尽头了，不过哦，还，所以我们最高的山还是在第一层 ，OK， 又来了，又来，这个字我都不会读，尼泊尔称珠穆朗，不是，珠穆朗玛。珠穆朗玛不懂啊，峰为萨迦玛塔峰不懂了、啊，哎呀 ，OK， 8848哦，所以我们看到8848、8849左右，对啊，很准一下，其实啊，它的高度啊 ，OK， 所以哦，其实这个山还在我们大气层的第一层，你知道吗？第一层，它还在第一层内，因为第一层是到13米，哎 ，sorry， 13 km。所以它还在第一层里面 ，OK？ 这一层有什么呢？大家这一层啊，注意啊，有空气。不过啊，到那个山上哦，这个 Everest 山峰啦，已经是不够空气了的嘞。真正来讲，他们爬这个 Everest 山啊，他们要背氧气筒上的，你们知道吗？马哈兰卡、西马尔，哦，我不懂。哦，就矮一点点。所、so, 以你看啊，这个叫 Lapisan Troposphere Layer 这一层呢，重点是这样啊，你可以画在你的课本还是怎么样啊？你哦，或者是有笔记的人 ，OK， 这个笔记啊，其实我们在讲第一层这个啊，你看有什么重点？它的重点是这一层呢有生物，我们可以在这里呼吸，因为它的空气比较多。OK， 空气多代表哦有风。再来啊，也代表呢，这里有云，因为有下雨，有云啊，有云，有雨，有云就有雨咯，也有下雪咯。哪一个字不懂？你要写啊，有云，有雨，有下雪。Snow，salji 是雪啊。我觉得英文应该没问题哦。salji 马来文雪。哎，好了吗？哎，会不会变了我的英文？可以用你的课本来写的 ，OK 啊，雪，你用铅笔啊，不要用蓝笔啊。所以这一层叫 troposphere， 但是我跟你讲，这一层是可以呼吸啦，但是上到去很高哦。刚才呢，我讲那个山峰哦，也是呼吸不到了的嘞。给你看一看Everest Mount Everest， OK， 看一下啊，哒哒哒，highest mountain above sea level， 那你讲的哦，我看到那个。华语的翻译了，怪不得我读不懂啦。马哈不懂什么什么哦。我要讲，我要看他的这个图块。你看大家，你看我们背什么东西？
有吗哈 OK 背很多东西背很多东西啊这个啊这个看到吗哦你们看到吗看到吗你才看到哦要被氧气上的啊不然的话呼吸不到的就是它空气非常非常的稀薄很稀薄了的所以是基本上啊人是不能在那边生存的啊喜马拉雅山对哦喜马拉雅山岩哦对哦有 Himalayan salt 哦那个岩是哪里来的是什么我不懂啊应该是哪里不懂、啊、它有特别的这个mineral 啊那有一个叫 Himalayan salt 它是有特别的矿物质啦我不懂它是有什么特别啦哦这个咯所以你看啊他们要背这个氧气筒上去的、啊、真的是没有空气所以在很高的地方啊其实啊因为我们身体不能适应啊你们有听过高山症吗高山症其实不用去到这样远了、啊、去在马来西亚的那个 Kinabalu 就会有高山症了、哦、Kinabalu Climb Kinabalu 是沙巴州的啊 Geography 有的啊这个 啊这个你可是你看这个啊 Kinabalu 是一般4000多米4个 km 那个最高的是8啊马来西亚最高的山呢是4罢了可是已经很难了说、so, 他不用背氧气筒不过很难呼吸了的他们上去很累的因为呼吸不够的一直觉得好像不够气这样的啊然后呢他不用背氧气筒不过啊有的人上不去就是上不去他们可能要先吃药因为会有高山症就是空气不足哦啊等等啊对 OK 高山反应啊这个啊他讲是人体在高海拔的状态由于血液中氧气浓度降低不够氧气啊哦然后呢就是诶这个我可以放在那个 chat 嘛啊我放在给全部人可以看这个比较容易看他的华语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在 chat box 啊我们有 google 了我们每一班都会有个 google 了就是可以好很快就可以在后面找资料也是很好哦他讲就是我们的血液这个氧气的浓度降低出现了一个急性病理变化的表现我所知道的那我的朋友啊我没有去过我的朋友啊他真的是上到半山哦他发高烧然后我也听过的是没有发烧不过一直头痛不能上了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就要下山了有的人哦他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个高山反应嘛他高原反应啊他们就先吃那个药有那个药的就是还会防止的也是可以所以感觉如果你会去这种地方啊会去爬的话呢也是可以有的他们是哦好像在中国有很多住在高原的人的他们去旅行啊他们叫他们旅客要买氧气筒得空就吸一口要的嘞这个我的爸爸妈妈去了哦然后我爸讲不用买的啦他们骗人了要赚钱了然后他们就买一支罢了咯就是小小支的啦就是得空要吸一下这样哦然后我爸爸因为其实也是会担心啦你知道吗他们跟团去他们就觉得那些人骗钱的其实不用了不用他讲哦整晚睡不着觉他们两个啦他讲啊头痛然后不止头痛他们的头痛没有很严重因为他们两个 share 一个氧气筒嘛就是得空吸一下他没有这个这样搞说他还不会有很严重的反应可是哦他讲哦不懂怎么的整个晚上睡不着的就很醒了然后呢就是会一直头痛这样咯可是他们没有发烧啊什么啦没有这样严重啦所以这些是哮喘的人会不会更严重啊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嘞哮喘是他的呼吸气管不是那么强嘛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反应我也是哮喘的所以如果我去跟就是会影响到呼吸的地方我也是会比较担心我一直带那个氧气的哦是不是 OK所以第一层的特点就是啊会有下雨会有云会有风会有空气呼吸啦不过 OK 再来你看第二层你看飞机飞哪里啊飞机哦它要尽量啊可以的话它要闪过不它要高过那个云如果有坐过飞机我知道很有可能13岁哦还有可能没有坐过飞机我第一次坐飞机是12岁跟学校那个我们的小学啊毕业旅行去沙拉瓦啊所以很有可能如果你们小学没有坐的话如果是我也是变成没有坐过了所以如果没有坐过飞机可能你不懂如果改天你坐飞机啊你一定会遇到哦有啊你们也是去沙拉瓦啊哇哦改天你会遇到改天你要记得我讲啊如果你坐飞机啊如果你遇到那个云哦那个飞机会震了
整个很恐怖的。不过那个机长会跟你讲好先，他讲 OK， 现在呢他就叮咚叮咚，他叫大家全部要绑好带了咯，因为他要经过 一系列的云，所以那个是云罢了，你知道吗？整个飞机在那边震了，哦，去探望人 OK。所以呢飞机他们会想要在高一点的地方可以躲过这些云雨啊，有时云雨很高他躲不过，不过他们会尽量躲过，所以飞机在第二层，大家每一层有特点啊 OK， 飞机在第二层尽量啦啊，很热啊 OK。 Stratosphere layer 13到 50km 这一层，因为它很少很少空气了吗，也没有什么水分了吗，没有水分，所以它适合飞行，重点啊啊，它适合飞行。 Stable 这个字不懂的话可以写稳定，它稳定 stable for aircraft flights， 可以很适合飞行 stable stable 啊，稳定 OK， flight 是飞机啦哈，所以它的重点是飞机啦 OK。 再来这一层呢 ozone layer 啊，有这个叫是不是叫臭氧层啊，我想要问那个可以挡紫外线的，它的华语是不是叫臭氧层，我都忘记了它的华语，我知道整个叫大气层对不对，说那个东西叫臭氧层，层是哦，有错你给我讲啊，应该是对了，你们有听过的吗，还是没有听过的 OK， 我找找给你们比较好。 Ozone Ozone layer 中文这么有中文歌出来，对哦对哦，它叫臭氧哦呀、没有听过啊哦 OK OK、臭氧层它不是臭的，它的重点是它可以阻挡紫外线啊、不阻挡过多的紫外线到我们的地球，因为紫外线是没有那么健康的，臭氧是指地球大气层的平流人啊，它可以吸收紫外线，它可以吸收一个叫短波紫外线的东西 OK。 我给你们看啊，紫外线哇，很多很多很蓝很紫很红的东西、哦、讲到这一刻看一下啊，这样这个，所以你可以想象它不是阻挡光啊，你看这个图它阻挡的是紫外线啊，紫外线对皮肤啊会造成伤害，如果过多知道吗，好像哦，为什么人会老啊，现在他们 发现了啊，主要原因啊，那个皮肤为什么会老化呢，主要原因是被紫外线还有污染物破坏，紫外线是其中一个，所以如果啊如果啦，我只是做一个假设啊，那个人长期常年都没有晒太阳的，完全待在室内啊，可能他真的是没有那么快老的，不过不好的哈，因为我们还是需要阳光的，我们不想要紫外线，可是我们需要阳光的，因为没有阳光、哦、是会导致很多问题的 啊没有阳光会导致比如说其中一个啦，忧郁症，我们要晒太阳的，其实没有晒太阳很多问题的，所以这个臭氧层呢，它对它不能完全阻挡紫外线，它可以阻挡到一大部分的紫外线，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中这个皮肤癌啊。你知道谁会中皮肤癌吗？有人很容易中皮肤癌的，不一样的品种，哎，品种好像很奇怪，不一样的皮肤颜色的人很容易中皮肤癌，谁比较容易中皮肤癌？这个是真实的，我不是在做讲歧视的东西啊，我是在讲真正的科学。对，白人比较容易中皮肤癌，因为他们缺乏黑色素，对吗？所以就是讲最不会中皮肤癌的是黑人了，是吧？啊，确实是真的、啊、OK。 所以其实呢，我们黄种人，我们是所谓的黄种人啊，也是比较少听到中皮肤癌的啊，除非他从小到大一直去晒太阳，一直去晒太阳等等的咯，不太会中了，知道吗？不过只是几率比较少啦，如果你真的一直要晒太阳还是什么，比如说以后你的工作一直要晒太阳，你还是要擦那个防晒膏，因为确实它会破坏皮肤，而且会比较快老诶，我们都不想要啊，对不对啊？所以、哦、皮肤癌、哦、它有什么癌症，就是有肿瘤咯，对，然后有什么 啊等等的很多癌症了 OK。 我看到没有，因为他 Google 给我，对还有什么 啊好像、哦、在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啦，政府是不是每次讲、哦、
啊，他会每次你听到那种新闻呼吁大家要不可以吸烟，要减少吸烟还是什么，对不对？在白人的国家，这个我昨天才知道，我朋友跟我讲，他讲了每次，我朋友是马来西亚人呐、啊，可是他在外国生活很久，他就给我讲很特别的东西，他讲哦，这里的广告是哦，一直在呼吁他的人民擦防晒膏，因为太多皮肤癌了，因为如果那个政府啊，他们一定要呼吁人民健康的嘛，要不然那个人民很多生病，那个健康的系统会瘫痪的，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的广告不是叫我们不要吸烟啊什么，我们是一直叫不要吸烟，对不对？他们的广告是叫我们要擦防晒膏，要擦防晒膏，因为他们的人很喜欢晒太阳啊，然后又很容易中皮肤癌。OK，所以大家这一层还有一个重点，这一层很多重点啊，就是有臭氧层，然后可以吸收掉紫外线，大部分的紫外线，紫外线你看到那个字吗？很容易记得，absorb harmful。Ultraviolet rays 啊，from sunlight，紫外线叫 ultraviolet，是很搞笑，很奇怪哦。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太新鲜了吧，没有听过。OK，这个是紫外线啊，紫外线就是那个政府呼吁他们擦防晒膏，那个也太特别了。呼吁他们好像我们呐、啊、呼吁不要吸烟，好像对我们来讲已经听到。很正常了，对不对？很普遍了，没有听过叫我们查房再搞了。好，OK，所以臭氧层呢是吸收大部分的有害的紫外线的。哎，这个 ozone layer 啊，如果你还没有写的话，你写啊臭氧层，臭氧层。OK 啊，可是啊，大家，我们的臭氧层呢波动了，你知道吗？其实我刚才一打开来啊，它出现的东西就是波动来的。我看一下，我只是带 ozone layer，可是它出现的东西是关于它的洞。不过 pandemic 的当哦，它修复了一点点。你看啊，这个应该是洞来的。我看2017、2018，我要看一下，它在其中一个国家的上方哦，波动了啊，那臭氧层。不是开玩笑，是真的，真的是破洞了。他拍的这个啦，其实我不太，我也不想去讲太多。不过我们的臭氧层破洞了，为什么会破洞呢？大家，OK，它变薄到破洞啊。OK，这个啊，本尼比山椒变薄了。我们先变薄，有一个地方破洞，但是整体来说它变薄了。这个东西哈，马来文的，你们我劝你们也是看一看。因为马来文作文很喜欢提到的 ozone layer depletes 啊变薄，OK，这个臭氧层变薄，因为啊我们用到这个不好的一个气体，它会去把这个臭氧层的粒子哦弄掉的，哈，把它分解掉的。这个气体从哪里来啊？从杀虫剂、冰箱还有冷气机，大家。说、so, 现在很多冷气机呢，已经是不用 CFC 了的，OK？不过呢还有的，所以哦，它非常非常强大的破坏力的哈，所以我们要 check 一下，其实我们的冷气机是不是用 CFC？现在他们有改了，用 HCFC 另外的东西啦。说、so, 什么是 CFC？马来文的，你直接看一下英文的，在右手边，你看这边，这嘛叫 CFC？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啊。找它的 C 在哪里，F 在哪里，C 在哪里啊？Chloro 三个字来的，fluorocarbon。说、so, 为什么它叫 CFC 咯？马来文只是把 C 变 K 罢了，讲真，一样的，明白吗？说、so, 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会用在你的国语作文呢、给你掌声了。哎呦，很 atas 的你的国语作文，这个东西呢是 Form Three 啊，其实 Form Three 以上他们就会有的。因为一直看到了，你在 Geography 又看到，你在科学又看到，你在国语作文又看到，真的，所以确实，如果你早学更好啊。如果你学得到，你现在就学了，你甚至要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啊，冷气机啊，冰箱，OK，它叫滤废器啊，OK，我也不懂这个，它叫滤废，这个我不会读，那、这个叫这个 CFC，OK 啊，大家 OK 啊，可以啊，接着啊，说它会这个 CFC 呢，它是分解掉。臭氧层里面的臭氧粒子分解很大件事，你知道吗？做不回的嘞，这个东西。
要很长的时间分解在这边。break down， 英文啊，英文 break down 就是分解。OK，ozone 的 molecules， 所以就破洞了咯，它不止变薄，还有地方是破洞的。OK， 接着啊，我看一下时间啊，还四分钟。哎呀。OK， 再下一层，不是下一层了，上一层。我先看一看啊，你有没有东西可以做先啊？有了啊，等下呢 ？OK， 十点他跳的时候，你可以上个厕所，走一下，动一下 ，no problem。OK， 不过如果你还有很多精力的话，哎，你可以做这个啊，这里的练习，这个也是可以的啦。其实你看，反正答案都有在课本了。OK， 你可以十点十分才回来，我要你站起来一下，其实。知道吗？十点十分这样回来啊。OK， 我继续讲先啊，等他跳了我们才回来，回来一样的地方啊。OK， 第三层了，现在有什么特点？刚才的特点第二层啊 ，stratosphere 是飞机臭氧层。OK， 第三层啊，在这里呢，那个哎，这个叫什么陨石啊？啊，哎，有没有？你们到底哦，为什么要站起来啊？就是动一下啦。这个是健康的，这是正常比较健康的一个习惯来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对着坐着太久，对着电脑太久，确实。诶，我刚要找一个字，我回答了你问题，我忘记了。Meteorite 叫什么？叫陨石还是什么？你们有看过流星吗？其实，诶，有谁有看过流星的哈？有吗？想啊，我不懂它的中文。如果你不懂它中文就不要紧啊 ，OK？ 如果你懂，你看懂等一下这个的中文你可以写，对，就是陨石。哦，有看过一次啊，这样很好哦。Meteorite 就是陨石，这个你可以写一下，我 copy 一下了哈。这个 meteorite， OK， 这个陨石呢很多，他们不会真的掉到地球上的。这些图片哦，你看到它拍出来，是因为它很大力。所以、哦、它没有燃在大气层中，它会燃烧掉的，你知道吗？因为它跟空气摩擦很少，还烧起来了，除非很大力，很大力还会掉一些碎片啊，真的是掉到地球上啊，很少的啦，不过会有。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流星，它都不会掉到地球上，因为它在这一层啊，就已经重量在一克以下哦。OK， 因为这些陨石呢，它进来大气层的时候，它已经在这一层，大家就是这一层啦。烧完了，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我该讲什么了啊？流星啊，就是它在烧嘛，对不对？它已经烧完了，在这边，除非它很大力，没有烧完，它就会掉下来啊。不过通常啊，它都是不会很大力的，就烧完了咯。Burning and destruction， 燃烧，还有呢 ，destruct 叫销毁，它就是被烧毁这样的意思啦，烧毁了 ，destruction 啊，崩盘球烂啊，它粉碎了也是可以。烧毁了哈，在这边在讲烧的 ，OK， 就在这一层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流星啊这一层啊 ，mesosphere， 这一层的特点你画 meteorite， 这一层的特点啊 meteorite，OK，、okay? 我看每一层的特点，我要用另外一个 color 啊 ，blue， 哎，这个变 purple 了。我们十点十分见啊，这个是啥特点？然后刚才那个是飞机跟 ozone layer 换 color， change color 一下 ozone layer， 不然 highlight 太多啊哈。你可以用刮胡的方式啦哈，我知道你用的是铅笔嘛，对不对？这一层就两个重点 ，OK， 第一层呢？第一层的重点是可以呼吸。啊，这里有生物啦、啊，生物可以呼吸，然后有下雨，这一层也是蛮多的。啊，你记得有云，你就知道有下雨了的啦，我相信。OK， 可以呼吸，然后有云有风，每一层的重点呢、啊？啊，你记一下，他会问的。OK， 我们十点十分回来再见，你先看一下那些练习啊，站起来上个厕所先。